一连关经抢入恁家厝，厝内人拢唔敢震动，桌仔顶的物件嘛未付收，有几啊支手机啊，佮有笔记型电脑。是这边的哈。阮经现场发现，讲这手机啊、佮笔记型电脑，拢是用来看迄一天的台股的行情。因为最近台股呢起甲落拢真济，捌起到两万点，也捌一天落七百几点。嫌犯用这款情形直播地下机会，因为台办证券交易所的发行量加权股价指数来伫红跌，一摆收一百至百外块的手续费，不法的所得已经超过一千万块。他们的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是台南族，平时家庭主妇，上班时间兼营收注单。那因为下注的期间，下注赌客下注时间较为迅速，故所以他们都用手写单先为注记。依照警方调查，主嫌请接单的人员大部分是菜篮族家庭主妇，因为了要赚外劳，用手抄签单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收掉。收的时因为一时大意，无收完全。笔迹要看会出来，另外还阁用手机的信号写满窗八口，左头惊输伤济，拢会限度一天回报输赢金额，即个证据拢予警方掌握。侦破地下机会集团抓到二十个人，依照洗钱防制法、跋筊罪甲机会交易法，依上侦办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